续上涨的物价压垮弱势家庭的生活，也压伤孩子的未来。台湾世界展望会邀您支持一二三十，一起救援每个需要的角落，请搜寻一二三十或打02-8195-3005。是最能够温暖人心的乐器。除了平常熟悉的歌曲，您可曾想过自我挑战，拓展多元曲目，观唱《民法人生》，甚至透过各种不同语言的歌